大家好，我是陈博玉，就读达德三公餐饮科三年级，我毕业于田尾国中。从小家里从事烘焙事业，有着家人的支持与鼓励，决定选择就读餐饮科。而我这三年来学到许多有关中餐、烘焙、饮调等等的技能与知识。在我的师父思源老师与许多老师的用心指导下，也在今年全国商业类技艺竞赛中获得金手奖。我未来选择继续升学，提升自己的能力，秉持着学无止境的学习态度，继续提升自己的能力。